What?我想对多云碧说，真的就看他一路走过来到现在还可以这么强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，而且就也很开心和高兴之前能够跟他做队友吧，因为我知道就是他平时都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一个选手。对，刷到三之后来到下半区，二连连了两个人，但是卡莎这边电浆没打出来，稍有点伤心。哇，下路打得很激进，刘青松的血量已经被消耗剩下200点血左右了，确定抓到酒桶的一个位置以后才去打龙。这一勾勾到老牛，老牛这位置先敲起自己的铃铛，有点血量太低了，回身二连一个点人，漂亮！刘青松一个七字形二连闪现回来，但是自己也被换掉了，后面有一个 TP 又在这个位置，感觉是走不掉了。走不掉了，多云碧已经被封死了，把人头拿掉。就像现在 RNG 有一波终结者的一个机会，卡萨拉有机会。看看公子哥能不能躲节俭，两段跳交闪躲节俭。这个上野要同时交两个闪了。卡萨这边上路 gank 完，再往下路走，左一边过来带个飞星加一个火箭腰带，一波是把两人打残，而且卡萨马上就带卡尔曼的往下走，又在这边 Q 了一下林伟翔，林伟翔这边血量已经非常不好了。来了，海克斯闪引导完毕，过来 W 一下，再 Q 一下。回身小明这个秒秒开出来开得很精髓，躲掉了一部分技能，回身还想再杀车了，但车了点燃挂给了小明，但是侧面小明大招也大到了林伟翔，两边三打三拉开之后，踢下来的小虎还有没有更多机会，看一下拉飞星过来没有，带闪现。而且现在打起来感觉有点打不过，真的。对，这波泰坦是没有大招，但是哎，刘青松这边也没有大招，被交了一个闪现以后往后走，但这波是没有后续的一个留人技能，两边在等 TP 下来的一个人，对面的位置有点位置有点危险，往龙哥里面先拉。哦，这魔阵位置太冒进了呀！白给完以后，金龙在旁边吃一下果子，一直瑞尔大招刮进去，有打到一点伤害。小虎这一波 poke 直接把刘金龙给打残以后，看一下小明过来的位置没有勾到人，牛头这边顶走了一个卡萨，但是自己还是被换死。正面再一勾是勾到了金龙，在哪儿马上变大，这个节俭阻止了他继续叠怒气。对面再一个 R1 救下自己的队友，再一个 Q 减速到左翼，左翼交出自己闪现，但是林伟翔直接飞了去拿到这个人头，这波打成了一个一换四。但是我还是想说，建模白给了。对，这波建模的对吧进场位置是直接在阵型中央，而且前面小明勾的时候，刘青松其实第一波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攻击。你看建模这个位置被恶劣，建模也没办法呀，你建模不可能在后面吧？我觉得他可以再等泰坦下一波跟泰坦一起进。泰坦那波是没有 Q 的，是一个泰坦那波没 Q 没大，他这会儿 Q 跟大刚好，然后小明空了一个 Q 技能，咔嚓进来。而且又被顶到了酒桶脸上，酒桶一技能打到以后，后续的一个残局，即使集火金贡，但金贡就是扛住这个伤害以后，后面卡尔玛给了一个盾，然后林伟翔在最后利用自己的猎手本能，艾卡西亚。对吧？最爱的搞个绿叉，绿叉现在对纳尔的单带线来说单挑。哎，这个位置感觉有危险。哎，小天走过来，伊泽瑞尔上去打一套。这不是小天中路打残了小天之后有一波推进的机会。牛头绕后了，但筒子先被睡到了。筒子一个大炸完之后想开 UZI， 回身筒子开了一个秒秒，又在这个位置交一个闪现，但是林伟翔而上去被泰坦定了一下。UZI 还没有死，侧面小明先代替他死了，踢了一个狼形位置不是特别好。哎呀，他要一打五啊，这个位置没有机会被控住，以后练住了，一块金弓贴在脸上。有金弓的一个回旋镖是拿下了狼形的人头。我试一下，你说一下这把 RNG 没机会了。我看这个装备好吧。来看一下中路的这波先手，前面刘青松落后是直接选择二连 UZI， 卡萨进场以后队友其实是撤退，卡萨是拖时间的，这个直接把自己给卖掉，想换掉小天，但是小天最终是靠着卡尔玛的一个护盾给存活下来。然后正面狼行下来的时候已经是看到了左一跟泰坦都已经倒下，后续的团战就没有得发挥了。天神下五个，天神下凡对吧，天神下凡，他这装备不支持啊，他的装备现在天神不了 W 直接爬上去了，林伟翔他见到了，吓死了，就现在即使蜘蛛 E 到或者泰坦勾到你不敢上去打。二连筒子也炸，又在先 E 出来的，这边小明这边应该先没了，林伟翔已经接近神了，第七个人头。
讲这波要是常规赛，我估计他们也想办法就进去了。是，来看一下这波林伟翔是怎么找到的一个机会，应该是虚空索敌瞄准回去的一个位置，然后直接 Q 技能，哇，然后加上去看流星雨，是。这 UZI 太，这种局面太难，导致那波团战炸了之后，后面有点打不回来了。对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对面唯一的几唯二的两个能摸到他的技能，这个催眠气泡，林伟翔来了，直接一个 Q 技能把明天盾给打掉，还在点身上挂了一个 UZI 的一个大盾，但完全不怕。刘青松上来看 UZI 一起往后拉一个反手一个大招，最后是小天跟刘青松受到了半血的一个伤害，狼心已经开启了一个大面，但 UZI 在后排是直接被打残了，飞进去了，这一下飞进去超神，但是水晶弯刀解掉，没死，三杀入手，感觉林伟翔还要再找第四颗人头，会不会浪一下？这波感觉不太敢浪，因为他的血量不是很多，在躲狼骑的技能，但最后被一刀砍死。关注员牛逼！但是这波一波了呀，一波了，没有任何机会了。这样我们应该要恭喜 FunPlus 扳回一城，双方比分改写为1-1。